今天这么的安静，可以说个话吗？嗨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要让我休个、休个息。OK， 好，不要。或许有些人是第一次来铁花村，有没有？有啊，这边很多。那大家好，其实我们是铁花村的披头士。哎，对，所以我们在帮人家，就是你知道一些歌手啊，他可能自己一个人，然后不想放 CD 这样子，想要跟大家一个互动，那我们就会出动这样，那就是。就是你知道一下他歌啊，就是你稍微练一下，对。不过像姐姐这种，已经来很多次的，那我们就是你知道看他以前的，以前的背课文啊 ，CD 啊，或者是影片，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起练。那我们这边的乐手们呢，都是铁花村的员工，呀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然后不要看现在这样子哦，其实等一下如果有麦克风倒下来啊，我们会把乐器丢掉然后去扶。对，就是其实我们是也是在那边工作。然后大家好，我叫郑阳。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是弟弟，我弟弟。我是姐姐的表弟，这样。然后对，也是南王部落的。好，那你是几年级？我现在升大三，准备要满21岁。所以可以抽烟喝酒了，然后是。自己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也是员工，对，然后我今年刚要升大一，我是新鲜人，很新鲜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也是姐姐的表弟，对，然后我也来自南王部落，谢谢大家。我叫华伟。对，他打鼓那里打到流血了，对，之前。然后再来，台东最年轻的手鼓手，手鼓手，就是最有前途的，会打到流血的那一种。对，再来再来。他们没有麦克风了，对，他们没有麦克风吗？那见你。嗨，大家好。Yeah, baby， 我是今天的 stage。stage 就是舞台的工作人员，对，所以我不要说太多话，我叫光复，谢谢。光复在花莲那一带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哈，对。你可以讲话吗？他不要讲话，对他打鼓就好了。就是我们待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大家认识一下嘛。请问你们有从哪里来吗？台北一个，还有从哪里的？你们可以自己讲。南投还有哪里？宜兰还有。台中。高雄，然后。台中。台湾。还有海关呢。有海关。海端。很远。Yeah, 有没上。还有哪里？移民。云林。好，云林还有什么海岸？哎呦。马来西亚真是我的好歌迷啊，真的是我到哪里都有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，上次有香港的，我以为那是佳佳的故乡啊，因为佳佳每次都是去马来西亚啦，还有去那个新加坡东南亚就对了。佳佳没有在台湾封后啊，就是歌后，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封后，哎，然后拿了两个奖，然后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是姐姐嘛，与永荣于焉了，是吧？接下来这首歌曲献给大家，《要电话里》。所以才有纪晓君站在这台上让大家认识，很多文化的一些歌谣阿嬷都会教我，然后把这些歌谣让我可以唱给大家听，所以我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要谢谢阿嬷的一些教导给我的一些文化的素养。
上面的一个文化的坚持这样子，所以才可以在那个地方。然后电话里，我从线的这一头摇到线的那一头，告诉你我思念的痛，我的哭泣声已经代表所有的思念，能讲不出话，可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就一直哭啊，哽咽。可是那个东西就已经代表所有的思念，就像小时候妈妈离开我们去外地工作的时候，录音啊，妈妈，我们家里没有电话，就是用录音机啊去录给她。可是我当时太小，不懂录音机，它是录音机，我以为它是电话，所以以为阿妈会回应我，所以于是我就去抠那个录音机啊。阿妈，你为什么都不讲话？姐姐一直打我，就打小报告，哎，怎么这样子？对，非常好的一个怀念，要电话铃。Dude.
谢谢。